到而家呢一刻，你都唔夠膽承認自己曾經俾人強姦過係嘛？冇啊！我冇去過 David Basement， 我冇啊！反對，反對第一被告代表律師對證人作出無理指控。反對，法官閣下，癲姐黑化，搞到 Eva 法庭上徹底崩潰。盲俠同 Gogo 可唔可以拉翻癲姐回頭做翻個維護公義嘅大律師，就要睇聽晚平安夜嘅大結局啦。你以為你自己真係睇得好清楚啊？ 而家就算我个样系点，你都唔知啊！咁你可唔可以俾我摸下你块面，睇下你而家变成？我原本系一个好大爱嘅癫姐，突然之间变得黑暗癫姐，系黑暗料理咗，咁所以其实系，咁真系要睇大结局喎。最紧要嘅系有个彩蛋嘅，嗰个彩蛋系关乎于癫姐。 嚟緊嘅頒獎禮，一眾演員各自都有提名，佢哋都希望觀眾可以多多支持，當然要為自己拉下票啦！喺劇集裏面，癲姐同埋盲俠不能有一個 happy ending， 希望喺台上面可以啦！ Yeah！Gogo，我最喜爱嘅角色。冇错，最喜爱嘅角色竟然唔系Gogo，系反黑路人甲入边嘅高斌。记住投我高斌一票。女配角系，好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光宝差 Leslie 姜丽文，我系啦提名咗。雪梨姐，我都好爱你啊！我都好爱你啊！我可以讲嘢噶。 你睇下你要講，係啦，針對呢個女配角嘅心情同埋點樣，希望大家可以投你票咧。我希望大家咧睇清楚我嘅眼神嘅反應，就投票咧就投俾秀哥。我覺得有提名咧就係有機會，但係咧機會咧都有分大同細嘅。咁所以我已經好開心啦，有提名，多謝大家，同埋投彩哥加二最佳特集。 你係女飛弱喎，係啊，有冇信心啊？有冇信心？嚇咁啊！我唔敢有講有冇信心，不過真係好開心有呢一個提名嘅。不過重點都係要提名呢個最佳劇集《踩過戒二》。我開心有踩過戒二咧，令到我提名咗飛躍最無男唔藝員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影城你都唔弱嘅，男配角啊，係啊，係好開心啊，因為拍踩過戒嘅時候咧，可以跟到阿 Gogo 學好多嘢，同埋Pogo教咗我好多嘢。I love you Pogo。係嗱，你哋個個咧都真係有唔同嘅提名啦。但係如果要集氣攞一個獎，你哋想係攞咩獎咧？最佳劇集《踩過戒二》。咁如果要繼續支持嘅話，仲有啲咩可以實際少少啊？平安夜《踩過戒二》大結局。